Hello， 小伙伴们，欢迎来到本期音乐间。迈克尔的歌曲或展示梦想，或激发潜能，或揭穿谎言，或痛斥黑暗。他的内心深处有一种渴求平等的力量。迈克尔一直是一个热心慈善的人。Mini Chin 一经推出就在 Billboard 排行榜上拿下了7周的冠军，在 R&B 榜拿下了9周的冠军，卖出了100万张单曲唱片。该曲曲风鲜明，特别是在前奏时的鼓点，配上迈克尔的标志性舞步，可以称上是杰克逊最著名的抽象音乐录影。迈克尔·杰克逊的去世使全世界的人都很伤感，悲痛的歌迷们自发地在世界各地举办了各种各样的纪念活动。杰克逊的公司也将他排练时的纪录片进行全球公映，以纪念这位伟大的歌者。月球漫步中，一身短小的西装，一顶压得很低的礼帽，袖子上扎着一个袖标，片中表演了惊人的倾斜45度的舞蹈，所有这些都成为了杰克逊个人神话中不可替代的标志性符号。今天的音乐就到这里了，喜欢的记得评论关注哦。